乜嘢啊？今日個婚禮咧就簡單少少，但係其實都係代表咗一分心意。在座咁多位有我十幾年嘅同學，有近排識嘅朋友，其實大家都有可能有少少轉變，但係有一樣嘢我好穩定嘅，佢對我嘅感情係冇變動。星光大道影張大合照，再翻嚟，仲有啲小事，拖車嚟招呼大家，好唔好啊？好，你又可以去咁多地方。